합니다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什么 3000是？ 不是中单猴啊，是上单猴。干来！ 你好，猥琐，插个眼儿。谢谢空翅浮游的飞机。 我直接一上来 W 朵链，热火速练。这个剑魔咋这么难打？ 吃个小饼干吧。哎，这个剑魔咋那么难打呢？啥原因啊？有点难打。这都能砍着我呀？ 他点了两个护甲，跟护甲没啥关系。这耗血挺难耗的，感觉。给我耗回家了。 很少有剑魔前期我们能杀不了的，挺厉害的。 我 E A W A 接双 Q 平 A 上了。
我把他这波称之为"苟延残喘"。因为下一波他必死，我靠，不讲还아군이당했습니다难道要遇到布甲还加小反甲的剑魔了吗？阿古尼看见死你了。奥拉夫干哈去了？先勾一下。不打了，天牛来了，我。哎呀，这波应该推线了。这建模挺有意思的啊。挺不好杀。比较的难杀呀。哎，不太好杀呀。他跑我们就没办法。马上进塔了。千九在右边。这剑魔有意思啊！我闪一手，啊！别，他交闪了，我打你一波，交闪现了啊！这样吧，这把前期就不出女神之泪了，发育不太好，一般般吧。哎，为啥剑魔拿了一个人头啊？他啥时候拿的人头啊？奥拉夫，他啥时候杀的奥拉夫啊？
好杀呀，这玩意儿太幼了。撑死就是打一趟，打不死，伤害不够。那咋办啊？你这不给压力呢吗？这。老阴逼一波，三项点炎再杀吧，打个五五开吧，也就技能换技能，把他传送给他逼了。哎呀，怎么整？屁都没吐出来，这波，这波连个屁都没吐出来。哎，死了，还行。这把可没杀开呀，我补个车就走还不行吗？啊，我补个车就走还不行吗？下波我再来会会你小伙子。哎呀，전설을치려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。我不是对手了，你不要老以为我们没杀得了他啊，就你还打不过他，你不是对手了。我跟他打个五五开干哈，我就不是他对手了呢？不就是他也没杀了我，我也没杀了他，就这么点玩儿呢。他是压我多少了，还是我们咋咋地了？因为我点炎，点炎就点炎呗，点炎咋的？不让带点炎呢？招英雄联盟召唤师技能点炎不让带。没个耗子玩的。来人了，快跑！133，还行。加油，兄弟们！
哎，这种没有意义的资源咱就不去了啊！快点推！哎呀，我操！我的发！这天牛有没有大招啊？没大我可以试试，送一波啊，送一波来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就叫富贵险中求了。如果他有大我们死，他没大他死。尝试一下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大，可能他在打团战的时候把大给放了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还五十秒呢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我上了收波兵再下来，不急啊。这小龙，我不可能不跟你们打团的。你在说些什么东西？我像那种不打团的人吗？那小龙能给他们吗？那不可能。二十八没有到，这把这剑魔科学战斧都没出来。哎呦，这是怎么打的团战呢？这团战打的也忒烂了。你今天能跑得了，你就给奥恩得了。啊，不行就给奥恩吧，行，这拖一会儿能拖一会儿试一会儿吧。下边再打吧呢，这波没打好我们家。哎，主要是 ADC 死了，死的有点快。我才发现这发条有点弱呀，发条让人压两级加八十多刀。杀戮全是人啊，我的好兄弟。没闪出去，这怎么能给我蹬回来了呢？我去，
太大了。不加还吧，这把对面是全 AD 的。啊？对面打大龙了。奥拉夫上的也太慢了。不是对面凭啥打大龙啊？下路一个人，我们家有传送，这龙是怎么打下来的呢？好怪呀、啊！我操，这永恩十五级。因为我没传送，因为我没传送，可能不是因为我没传送，因为你在看我直播呢。你快走吧，要不然对面都不敢打龙。天哪，因为我没传送。永恩一千了吧，快！哎呀，千珏死了，小龙可以拿呀！来来来，这永恩薛飞是有点太猛了，这哎呦，我的问题。走，这敢搁这拆眼儿，确实是有问题。永恩带飞的，哎，漂亮，一千，给我追，奥纳夫给我杀，给我再追，给我追，给个助攻。那你们那啥，我出去带一波，你把这打了的。我感觉奥拉夫啊打过了，还行。
带一小波线儿，把针眼吃了，假装走一手，其实不演。这塞纳俺们可以欺负一手啊，兄弟们，别着急啊，这波应该是一波小小的转折点。嗯，假装走了，如果他出来了，说明这里有眼；如果他不出来，说明这里没有眼。有问题，不可能啊，这里没有眼儿啊。趁永恩还没春哥之前啊，可以杀，赶紧再杀他两波。战！这波可以，可以个丁巴，一共就死一个人，还可以。你不会要传回家吧？你好逗啊！你就跑就完了呗，还传回家，传个屁呀、啊！没事，他妈一波不了。除了还能干一波，我们主要是干着永恩啊，给我追，他不跑了，哎，大龙 K 呀，全得死，哎，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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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闭，我闭。这不大龙，大龙啊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哪能一波呀？一波不了，没有兵线，快点大龙！会玩游戏不？快点！打大龙啊！为什么推中啊？推中干啥呀？这怎么还能推上中了呢？扯犊子呢！小龙要不要？小龙，哎，下中全掉了。不行了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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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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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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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个面子，老弟啊，饶他们一命啊！不打，不打了还不行吗？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咱不打了啊！ADC give AD 你给 AD 别给我，你给我没有用，给我大招，我这把发育不好，我也就这个中等发育。ADC 有春哥，把东西都给他。我们家下路兵线很差呀。得打了，我拉一手啊，直接回家，
直接回家，回家以后赶紧收基地，漂亮啊！灵性蓝莲汉，快点回来个人啊！这可守不住啊！这超级兵是我爹，我操！太狠了，超级兵！打赢了，他就得都保 AD，ADC 不能死 ，ADC 死了就完了，千万不能让 ADC 死了。其实我们家也就兵线差了点儿，其他的像装备啥的没差太多，中路差的有点多，其他的还好，其他位置还好，就是中路差的有点多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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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发育呢，我在打我的蟹手钱呢。这家伙，别，哥错了还不行吗？哥错了还不行吗？哥错了还不行？给我杀！漂亮！再转一下子啊！偷家啦！完了，哎，又开始偷啊！太歹！昨天也让人偷掉一波。